このシトロハイムの腕の力は作られておるのだ。鋼鉄製の義手、それに顔にも異様なメカのコルセットがしてある。機械など相手になるか。待っていた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，欢迎来到舅舅天堂之眼。这一期给大家带来休特罗海姆的技能演示，咱们先看一下他的轻攻击的连击效果。哦，没有接上哎。好，这一下是接上了啊。再来看一下重攻击的效果，咱们跳到空中，看一下轻重攻击的各自的效果。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下老修的一技能啊，一技能是重机关炮，之前在 AI 对战中还有我自己手操的这个对战中啊，也给大家演示过了，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能。来吧，这个技能是可以蓄力的啊，你要长按，长按它这个射击的时间就比较长，并且在空中也是可以使用的。R2键是 EX 模式啊， EX 模式的射击时间会比普通模式更长一些。你同样你松开以后啊，它就停止射击了啊。并且这两个技能啊，普通模式和 EX 模式咱们是可以连在一起使用的。你发射完一个模式，另外一个模式的 CD 时间到了，或者是两个模式同时都是没有在冷却状态，我们就可以连续的去使用攻击，牵制敌人，非常好的一个技能。它的射击范围射击的距离啊也是非常长的，打谁都可以打，太强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二技能。好，二技能就是一个摆出招牌姿势开始长篇大论，是一个 buff 技能，在一定时间内提升咱们的攻击力啊。所以为了抓这个特写镜头啊，我重复的开了好几次，它有时候没有特写镜头啊，有时候才有。马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技能，第三个技能只能在倒地状态下使用啊，以手榴弹自爆将敌人狠狠击飞，自己也会受到部分的损伤。但是这个技能啊是无法防御的啊，发动后经过一段时间，直到动作结束会成为一个无敌的状态。现在咱们就让卡兹把咱们放倒，来吧卡兹。这个设定的是超弱的 AI， 所以把咱们他会要愣一下。哎，可以使用了，再见了讨厌的英国小鬼。他这个技能也是会有特写画面的，我马上去这个重复的抓几次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写画面比较好看一些。好，这个就是特写画面啊。现在咱们来看一下R1键的特殊技能啊，这是切换重机关炮模式和紫外线照射模式的一个技能。变换模式后啊，所有的动作和技能均会产生变化。紫外线照射模式装置会出现两名亲卫队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啊，跟随在我们老修的左后方和右后方，移动速度和跳跃力会降低，无法贴在墙边。此外，活力表的回复速度会低于重机关炮模式。马上我们就来看一下轻攻击。直接是紫外线照射了，轻攻击。重攻击。现在咱们来看一下紫外线照射模式下的一技能啊，这个是让亲卫队来发动攻击的技能。我们先锁定个目标。这个技能锁定目标以后，我们会用紫外线去照射对手啊。如果你没有锁定目标，它就会向亲卫队会向周围两个方向，像这样啊，自动的发起大范围的攻击。接着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紫外线装置模式下的第二个技能啊。第
第二个技能是射出一个扇形的紫外线。刚刚被干扰了一下啊，这个紫外线是无法防御的啊，一旦命中会陷入个燃烧的状态啊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卡兹的身上已经是受到了燃烧状态。好，我们挂掉了一名亲卫队。这个技能和刚刚那个技能的效果也是一样，锁定的时候会集中攻击我们的锁定对象啊。如果你没有锁定的时候，它就是向左右射出紫外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EX 模式，我们重新的去召唤一下。好，在 EX 模式下，它的这个攻击力会有所提升啊，然后从刚发动到攻击结束会成为一个超级铠甲的状态。下面两个技能和重机关炮模式下是一样的啊，我们用二一键可以切换回我们的重机关炮模式。用这个连续的扫射，基本上休特罗海姆的技能也就是这么多，非常的方便，他的技能都是比较好用的。最后咱们来看一下休特罗海姆的必杀技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双重连段，太嗨了，嗨到不行啊。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老修的技能演示也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ストロハイムのバカ野郎、相変わらず高慢な態度取りやがって。